的轮胎状况不好，对不对？我刚才看到上面有插一个铁片，都龟裂了。那我太太在骑车，胎纹都龟裂了。胎压灌到多少才正确？有人灌28，有人灌30。啊，我们大部分都是灌前30后30，差不多这样。还有人灌，前28后30。前28后30比较软。就前面28了。就是它比较硬的时候，我骑起来会比较滑，你知道吗？骑，你灌比较硬的话，变成会比较跳了。如果你前轮灌太薄，骑的时候会跳。对啊。Thank you.